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 you gotta give into the crazy appetite, you gotta shake it up, you gotta hold it down, you gotta do all of the things that make you smile, make you smile, really find what it is that really makes you happy, get excited, let your world be a world that you build with a smile. Hi, 姐妹们，看我在哪里呢？看不着你、啊、我这哎，看，是我们都喜欢你。猜到我？是我们，是我们都喜欢的青岛哟。我亲爱的爸爸妈妈给我准备的早餐，当当，这是粥。小油饼儿，韭菜馅儿的，萝卜馅儿的，虽然他们都还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肯定知道。这中间是一大盆豆腐脑，这个是昨天他们两个激烈讨论，我爸说他给我做，我妈说我做的好吃，然后说给我做的粥，因为昨天我们蒸了肉，我特意没吃了，特意留着的。这个肉现在已经成豆了，看一会儿就泡到粥里。我爸妈出去遛弯了，已经，因为我爸身体必须早上多走一会儿，多运动一会儿，算是康复吧。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哎，大山的油条是真脆呀，让我小盆先吃豆腐脑。昨天我爸问我吃几个，我说吃一个，他说什么吃俩，我说一个，然后还是买了仨，那俩是我的，一个是王嘴的。哎呀，真好吃。我都还没睡醒，刚才随便洗了把脸。哎呀，我这像是一会儿要去吃自助的样子吗？我不管，我宁愿少吃个榴莲，这咱家的大油条，我爸熬的粥，泡肉汤，我也必须吃了。大火烧。3-5块钱，嗯呀，哎呀呀呀呀呀，okay。
上面可有条了，八根，八根可以分16小根。昨天要把6个大桃子全都吃了，我妈今天给我买了8个大桃子。看我今天就走了，吃不了怎么办？咱们今天榴莲自助，榴莲为主，火锅为辅，火锅也算是大家点单率比较高的一个自助类型。好多人说会想看你吃火锅，今天刚好咱一起安排啊。油饼，这个油饼里面是有馅儿。我手里这个是萝卜馅儿，刚出锅的时候酥，现在已经不酥了，完全软萝卜。太幸福了吧！哎呀，本来这个想放在长 vlog 里给大家拍的，但是我爸妈又没在家，然后呢还想给我们自助前面稍微放点，上来嘎就吃饭。哎呀，怎么说呢，说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主要是我怕时长不够呀。再换一个我新的小铁盆儿，你拿个大勺子去啊，等我。当当，这个粥，小米粥，这个油皮儿的。这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我能这么守着锅吃，不用担心。哎呀，不好吧？这种地方啊，不对，波波家我也不会。再来说我自己家了。哎呀，我没想到，我想给你们看看二米粥，大米小米的。这小盆儿真能装啊，我装满了再比小半锅装。看我那个饼刚才这样折着吃的，倒看着还好。什么玩意，吃两口不然一会儿放不进肉了，真香啊。我怎么就做不出这么香的粥呢？我在家也熬。
个州吧，现在大概有40多度左右，所以还很热乎的，热乎的刚好可以放我这个蒸肉，昨天刻意留的。凉肉加汤泡到粥里，这是我们青岛限定。好像狗食呀。肉一进去就泡软和了，然后再中和一下粥的凉，下面的温度它就刚刚好，温乎乎的，我的粥上面已经飘了一层油了，能看到吗？哇，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给什么我都不换的那种。来块五花，强烈建议大家这样试一试，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王子玉还没有感受过，丑女去去洗脸刷牙了，一会儿掉了再喝一口，一定。哎呦，差点把它给忘了。我先摘甜，两勺子粥，刻意留的一口口小辣椒，辣椒和肉，就像我的粥里面多点辣椒味儿，也是油乎乎的。真的，昨天强忍着没吃。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我这现在典型吃着盆里看着锅里啊，对吧？刚才还背着呢。嗯，热气一腾，小辣椒味儿就上来了，太好吃了吧！这也跟你们说着，我都流哈喇子了。嗯，多点辣味儿，又不是特别辣。嗯，你吃了辣椒，其实特别辣。但其实刚才那碗小辣椒里肉也蛮多的，我都要好吃没了，太好吃了！我一会儿重新泡一碗，你一定要喝一口这个粥。你给我留一口好了，不用重新泡一碗。这个你喝不了，我辣椒。本来我是真的放弃了跟爸妈一起的时间，然后去给你们拍自助，而且呢这个自助也是我爸妈接受不了的，我要真是在他们对面开榴莲，他们是一口啥也吃不下去。然后他们还在开心陪我，你说搁那两个多小时我也怕我爸累，所以干脆往下去吧，不然带四个我是真回不了本儿啊。老公，来洗脸吧，快动脑吧。我的肠量好像，我快吃自助了。什么肠什么？你像前料肠的吗？来一个，热火上。对，真正宗，很山东，老摊子的味道，吃从小吃肉味儿。你不洗头啥的？
你先回家了不是？我刚想说他刮胡的事吵到我们了。那就是吃货的有数。你是不是从来没吃过我这个粥？我一个山东人，我没吃过菜摊泡粥。你吃过呀？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独家的呢。咋这么厉害呢？我以为全天下只有我吃过。把菜摊倒到粥里，全天下只有你吃过，你咋想？完了，我不高兴了。但是我跟你说，我这方法也是跟我山东的太姥姥学的。你不是读原创吗？哪有太姥姥的事儿？我太姥姥传给我妈，我妈不传给我，我跟我太姥姥学的。因为你妈不爱吃。我妈吃东西从来不和，吃炸酱面她都不和。对呀，她不爱这么吃，哦，肯定都传不到你那儿。我先试一口啊，不然太多了。没想到隔辈儿传，隔好几辈儿。我不想吃。你这一口，我家菜摊跟别人家不一样。我的口味跟你妈妈是一样，我也不愿意和。对呀，快点，不然今天下午回家告你妈。我告诉她，我不愿意吃菜摊泡饭。啊，过来挑食。你告诉她，这叫挑食。嗯，来。我把这一勺虚了，快。我都吃完了。你觉得手都酸了？你吃完了，你敢哇？快，你那么吃完了，我就。好了，啊！我还舍不得给你呢。你说实话，是不是好吃？行，一人一个口味。是，我跟你说，为什么你只有300万粉丝，而我却做到千万了呢？就是你吃不了菜摊泡饭，牛！这叫美食博主多样性。你吃过豆腐脑吧？不绝了，我要把这些造完，不然今天我走了全是我爸妈的剩饭。吃完咱们就收拾收拾出发。我们要出发了，我说我一定要给你拍一片这片绿树，每次我拍都可好看了。嗯，好看好看，贼绿。我说绿树贼好看。现在其实已经11点了，他们已经开餐了，应该不用排队哈。不知道呀，得看。哎，你看看那个卖猪肉的，我才发现，哇，真生态。只有山东才会在小区门口这么卖猪肉吧？哇！开了个车过来，真生态呀、嗯！咱们今天选的套餐呢是鲜榴莲，他们家有冻榴莲，有鲜榴莲，咱们选的鲜的。套餐是和牛加生蚝畅吃，259。点餐时间90分钟，用餐是2小时，是吧？啊好，吃饭去喽！是单点式的那种吗？先选一下锅底包情，它是单拼的，然后骨汤数据是固定的，需要你选个辣锅，然后辣锅分清油和牛油。牛油吧。鲜榴莲要几个？牛油锅。鲜榴莲。先来俩呗。先来两个吧。两个是给你扒好的，直接给你。我们自己扒吧。后面。然后生蚝是一份两个。先来5份吧。吃饭喽！吃饭喽！
爸就这么抱着上来了吧？你们这个头挺大呀。谢谢，先来两个开开胃。好快，我们的锅子刚上，我刚才在那说我是朝这边呢还是朝这边，朝这边吧，这边天亮啊，口开的大一点。没事没事，一会儿我们还加呢。大姐真好，说给你们找个口开着大一点。哦对，我要跟你们说啊，因为今天大家一直想看火锅嘛，但是这个火锅呢它是电磁炉的这种，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干扰，对不起大家，如果瑞克处理不了可能会有一点干扰的小电流的声音哦。你这地方特别好，刚对着玻璃，光可好。当然了，我选的吗？哦，这是几份啊？五份啊。哎呦天哪，五份十个。可以，谢谢。不用客气。我们找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火锅自助，煎榴莲随便吃，太牛了。你对着哪儿说的？麦在这儿，小王。听得见。来，咱们先开始点。它这边有扫码点餐，然后前面还有取东西的地方，所以咱们先扫码点着看看。我们这个呀，就是煮完了之后我们就关，尽量让它少一点。你好，我直接扫着上面这个189这个就可以随便点是吧？对对对。啊，好。哎，录个屏啊，妞儿。我就不录一个呗。我给你们看啊。有活鲍鱼、和牛牛腹肉、四川毛肚、牛胸口肉、和牛大米龙是什么？高钙羊肉、宁夏滩羊肉、墨鱼仔，加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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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爪。它这一份是一只还是一群啊？墨鱼仔。加全了，每一个都加了，只有活鲍鱼没加，加上吧。哎呀，有一个189的海鲜拼盘我没看见，这儿呢。你听着了吧？听着了吧？今天他们这儿有拍摄的，那个大哥就我的个娘嘞，然后什么？他可能没有多少人，就在那儿介绍，生蚝、蜗牛蛙全都有，真的是。我全加了，老公，一共11款东西，然后最后个海鲜拼盘我也都加了。媳妇儿，他这还有自取的东西，要不要取一下？我看见也就一些小蘑菇吧，一会儿再说吧。那个，嗯，下单成功，坐等开吃。要不要先整个榴莲开开胃？当然。当时不是给个手套啥的呀？这用什么手套？不是，我说你掰它呀。我要拍个照片先。大姐，有个手套啥的吗？就防扎手的。啊，对对对，好。老公。你看我今天的角度非常的清奇哟，哎，榴莲自助，来，来，别脏了手啊！好，谢谢，开整了，姐妹们，我不要这个。哎，我拿手套，别那。小王，给你这个小的就行。哎，还记得王子玉犯过豪言壮语吗？就这个，我都弄不了俩。给你戴个手套吧，别扎手。听话。不能，别脏了手。哎，这么快，谢谢。我先不吃火锅，所以我可以先离近一点儿。嘿，哇，看，哈哈，这258值啊，看小的，咱再加呗。哎呦，这房大，这房好大呀！看这个。看这块，哎呀，这个大！啊，这要带我爸妈来，现在估计已经开始约了。你是直接从里边吃的，还是给你拿个盘？我直接从这儿吃，但我先给它掰开。这回有这手套吧？要盘，幸亏谢谢你。要盘的话，咱不如要那个冻榴莲了。他们家刚才跟你们说了嘛，有冻榴莲的，有鲜榴莲的，但是肯定鲜榴莲好吃啊，贵不了多少钱，咱就图这个鲜榴莲这个感觉。我来吧。啊，不要。这要让后厨帮帮忙。不要。谁也别想掰我的榴莲，它其实很好掰，我只是找不着这个缝缝。它的榴莲都已经熟到开口了，甚至大姐会给你说这个开口的大，然后王子怡说没事，一会儿我们还会再加呢。哦，这个好大呀！看，哎呦，来报恩的吧！呀，哎呀，老公鲜的就是不一样哦。那好甜呀！我跟你们说，这个榴莲真的是报恩来的。看，中间这一方，哇！干啥又不抢你？不是，我给你看。
这个是三房，四五，这还能再扒一扒，六，哇，嘿嘿嘿，哎呀，这块牛啊，这个给你，你自己体验吧。我等会儿来，你先讲。我要把我这个摆到这儿，这个摆到这儿，怎么样？榴莲自助，哈哈哈！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这个榴莲可以啊，就我自己在外面买的，很少有这种品质。我这一大口没有糊，嗯，有一个小小的。快在这儿。啊，好甜！它没有熟到非常的软烂烂唧唧的那种感觉。榴莲还能吃到点脆脆的口感的，哇！老公，尝一下我这个，咱俩没吃到过这种口感的榴莲。哪种口感？有点点，不是脆，又脆又软，相间的那种。而且大个。谢谢。他们家最低档100多块钱，有那种冷冻的榴莲肉。哥，这不很快就吃完了？倒是第一次这么放肆的造榴莲啊！你还没转。那我们的海鲜拼盘。应该是没太熟的时候，不到时候它不可能开口啊。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口感，它没有到那种一进嘴一嗦了就没的那种感觉。一共点了11个，以后跟他要一个蛇大劲儿的给你吃。它每一块的口感感觉熟度都不太一样，我刚才吃了一个超级软的。嗯，你尝这块。这个熟。这个有很熟。让大姐给重新挑一个熟度大一点，再给你挑一个。软软的。哎，好，谢谢啊。谢谢，好大呀这个，就这个软一点，软很多。他们这个榴莲有将近8斤重的大果了，差不多了，反正绝对不是小的，很大个。嗯，这边的更软了，你看，喝进去的那种。感受一下吧。我来呗。嗯。来。应该体会一下扒它的快感，真挺爽的。哎呀呵。我没事吧？没有，没事。请给我一个镜头。来，大家想看我吃饭，还是想看小王扒榴莲？扣一扣二啊。
完了，我生怕他们都在说二二二二二。肯定要扒榴莲，真的是。我给你们扒了，不要看它了。不一样，你看我这个大。那你在这儿扒。在这儿。不行，不行，你去坐着，快去，快去。怎么能让我老公站着扒呢？这个这块肉在这儿，多吃点碍我的事儿。看看我这边，满满当当。来吧，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是今天的第二榴莲，这个比我那个大。哇，老公，这个榴莲赶紧上半身长了，你1.84米大个子，大长脸。嗯，它可有你两个脑袋大。王子鱼脑子贼大，我跟你说，它能比王子鱼头还大。来掰这个，这里面好使劲儿，来，一，走，啊。它真的每块儿都很大，这个榴莲真的是山东人不骗山东人。啊哦，扎手了，是它会扎手，幸会有这手串。看，哦，刚刚一直没说一下，这家店是在青岛啊。我说了，我都在青岛吃早餐了。王子鱼在给自己找镜头。啊，哎呦，天哪！哎，哇！这个好吗？这个好，这个好，太好了，大姐，太好了，谢谢。谢谢啊，来，给我拍一个封面。给你封面。我难过了，王子鱼那个比我的好。一硬到底。哎呦我天，太甜了。你跟个把家长烦坏了的熊孩子似的。一会儿我这个角度贼牛。牛啥？我都这样陪你吃饭。绝对是干仗了呀，还这样吃饭呀。我也是，大流血了。啊，我也是大流血，还是个技术活儿，这个榴莲。我第一个榴莲的最后一块儿。我现在就能看见我对面那个奶茶店，鲜榴莲芝士蛋糕奶茶39一杯。那我要等着跟你一起分享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比第一个好吃。你挺真实啊！我像不像个卖榴莲的？这不就是我的吗？你说要摆在我面前了，应该是我可以给你一块。谢谢您嘞。这手套不用了吗？啊，行，我们待会儿用再找您要。啊，好。大姐想，这俩小孩也就吃这俩吧。看我们第一个榴莲，就这点活，真不错呀。咦，先吃这儿。嗯。哎呦，小心没事吧？我没事，我手机干碎了。看，这个地方，连手机壳带手机膜。嗯，第一个被榴莲干碎的手机，给我媳妇一块最好的。当当当当，这是个双面榴莲船。接着给我呀。啊，还给你呢？当然了。我想吃，不让我吃。你给这个，这个也大，但这个都是单面的了。我在拍摄，我在工作，你得放我面前。哦，放你面，都放你面前。来，这个也是单面的吧？只有第一个是大双面。好了，那俩小东西给你吧。好吧，今天的封面有了。三二一，三二一，呀，完美！来看，给大家打个板儿。三二一，咔嚓！哇，这个好。哦，这个软哦。这个软。这个软。
呦，哇哇，软的有软的好吃，硬的有硬的好吃啊。就是他们家啊，我觉得如果你想来吃榴莲，258是合适的，然后也可以吃点火锅，咸甜组合嘛。但如果专门吃火锅过来他们家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好，对于青岛来说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用的海鲜都不是青岛很贵的海鲜，蜜豆鱼啊、八带呀、啊、那个活鲍鱼其实市场也不贵。但是有榴莲我觉得超棒，这个肉咱还没吃，咱也不知道它的品质，一会儿试试。但是呢，它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都是那种薄薄的肉卷。如果大家看到我的青岛 vlog， 肯定都会觉得嗨，还没有灰灰爸爸买的肉好呢，就那种。哇，今天这个榴莲是造爽。哎，就是榴莲，你要造两个。好，我就造给你看。今天不活了。好。哎呦，你看。好胖乎啊。太胖了，别掉锅里。看得见吗？啊。其实他那个离得近，我的每一个都比他那个大。哎，工程放这儿吧，我在外边拍一个，谢谢。他们家搁哪儿整的榴莲？还不错，真不错。第一个有点硬了，第二个真的超好吃。第一个我觉得好吃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那样口感的榴莲，因为它稍微有点脆软相间的那种，就是它甚至有口感到它可能还没有那么辣丝儿，但是这个已经软的，就这种感觉了。哎，但是说实话，它这种熟大劲儿的可能会微微有一点点苦，有一点点，但是还是甜味居多。来吧，发生家庭分歧了，一个人喜欢熟大劲儿，一个人喜欢没有熟大劲儿的。完了，我想多了，我现在吃了四块。哎，不是啊，它的四块是。一二三四，这个四块啊！我不管，反正我四个盒。哎，四个，来，我这就给你们把这个吃出三个盒来。刚才这还有一个字，一二三四，这叫四块啊！你太不害臊了，你假吃王子鱼。哎呀，这四块我已经六分饱了。六分。没有盒吧？来，给你们看看。哎呀，哎呦，这个没盒。嗯嗯，没有手了。嗯。啊。不用手。到两个，咱先开始吃吃肉吧，不然肉一块塌了。好，省得大家觉得吃太单调。咱们先吃几个呢？造几个呢？50一个榴莲划算吗？50一个你得吃十个。啊，不是，不算我。50一个的话就吃五个。666吧，66吧，行，可以。
赶紧吃着。嗯，我跟你说，他开榴莲吃挺费时间的，得费个十分八分的，咱就俩小时时间。再吃点肉。嗯。他是这样，他一个半小时之后就不能点餐了。那咱就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你比如说要吃六个榴莲，那下面就直接要四个，要不然后面不给上了。不等，山东人不会的。你在对面四个大牙看我。嗯，老公他们好多开好了给上哦。对，他们有这样。一会儿我们开一个。开好了让。嗯，然后这边吃肉，这边摆着。可以。可以吗？可以，我现在要。可以的，扣一。你好，大姐。大姐，给我开一个榴莲呗。你们开好了直接给我上就行，开好了摆盘就上来。嗯，找个软一点的啊。谢谢。蓝球，我车准备好了，还没吃完了。什么车啊？摆三层皮给你。我吃到现在没有糊呢。这是第二个榴莲的最后一块。开火吃火锅呗，开等开，因为他下一个再开到我们了。没事，那咱也得煮呀。对，开着啊，来，你自己往上摆一下你的车。毛子云，你摆太松，你太不实在了，你得摆得紧紧的，落着。哦，落着，那下面那盆是我的吗？我也不算呀。嘿，你吃得了一层，真是没个数。你看，我两个大榴莲，所有的核全都在这儿。是啊，不是啊，我这还有四个。你可别丢脸了。这个摆这边吧，这个摆这边吧。调料就不给大家拍了，没啥意思啊。反正我调芝麻酱或者是香油碟，反正就那样。调小料去喽。我现在别的我倒不怕了，我怕虚着你们。老公他有烟儿。哎，他是往那边走的，就是这样。就这样吧，你们应该能看到一个锅的边边，能看到我从里面拿出来的肉，主要能看到我吃东西，这是现在最好的一个角度了。这边刚才是单点的一个拼盘，直接给它放进去算了，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这边是刚刚单独拿的脑花，放在辣锅里。哒哒，好，肥肠。别的不说啊，它这肥肠是真不好啊。快停快停，我看崩手指头了。没事吧，下一碗肥肠。然后他们家是有无菌蛋的，就是涮了牛肉在寿喜锅里蘸无菌蛋吃。当当，咱们先来个牛肉尝尝。蘸蛋咱也得多蘸哦。要给你们看这个，咚咚咚咚，这是咱们今天第三个榴莲。这个大姐刚才开了三盘，然后看我们桌子上实在放不下了，愣是给我们怼到了两个盘里。老公他这个牛肉敢用生鸡蛋涮，那估计品质还行。咱在北京吃那个128的牛肉自助，它也是这样的，感觉要炒鸡蛋了啊。按我的架势，好，这个感觉就是涮寿喜锅的，它已经塌了。品质行呢，品质还可以，而且牛肉其实挺厚的。这个是寿喜锅里煮出来的牛肉，给你们滚个蛋吧，就在它刚出锅那种烫烫的，然后裹上鸡蛋。我知道我拍这个镜头很多人接受无能啊，因为我妈就不是很喜欢生鸡蛋。嗯，它牛肉还可以啊，老公。我不是还爱这种甜的嗦的，我还是爱咱们的牛油辣锅。来个牛胸口，牛胸口。
这就得上我的芝麻酱和香油了。看，我今天拿了大碗，咋了？辣着了？啊，咱们今天不算是专门吃火锅的局啊，不算是专门吃火锅的自助，改天再专门给你们吃一次火锅。我选了两家，一家是串串，它是粗纤的，上面穿的非常大个的那种肉。还有一家就是专门的四川火锅，单点式的那种自助。他们家饮料的品质真不错。不错。哎呦哎呦。这俩要哪个？我要旺仔。哇，我能喝50个。当当。牛胸口，先给你们裹个香油吧。当当。还得是咱大牛油火锅啊，那种小日子过得很好的那种，那种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那种火锅，甜的喝的就是不怎么好吃。来，一大筷子毛肚。我跟你说，我吃甜的东西，我真的就得找咸的中和一下，不然真的不行啊。嗯，没事。榴莲又上桌了，他必须出现，今天就是奔着他来的。哇，我现在简直太富有了，我爱吃的软体海鲜，我爱吃的榴莲。哎，我的软体海鲜不怎么肥的海兔子，还何止不怎么肥啊，他瘦死了，他不会上桌去，这不是我的海兔子。咱俩今天要是烤肉就好了，咱把它给烤了。他有烤榴莲，不过不是新鲜的，我觉得还是吃新鲜的。是，你接住了。我也没想到啊，来了这咋耍儿？这现在没有点才艺不敢拍视频了。杂技团的蓝皮鼠，爱喝旺仔牛奶，爱吃软体海鲜。哎呀，哦，吓死我了！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咱拍榴莲的皮还在这攒着，但第三个榴莲是人家后厨拍的，缺了一个皮。没事，这是你的吧？我还有一块肉。看王祖鱼涮肉，哎，这应该是带碎骨一样。论片。咋的？他还给我了又？太小了，不够一口的。来，来个毛肚。来，咱们的大片毛肚，来一块来。很脆很嫩，浓。来个蘸麻酱的吧。他家的饮料确实有点牛的，甚至还有雀巢咖啡。你别喝咖啡啊！我不喝，但是那玩意儿不是7-8块钱一罐。哎，您好，我们不能点餐的时候您会提醒我们吧？2小时提醒。哦，2个小时啊。2小时不能点餐了是吧？只有2小时点完了，我可以再继续吃，不加东西是吧？可以啊，行，谢谢啊。还是遵守人家规则吧，咱俩下午还得早走呢。那得让我媳妇吃饱了呀。没事，我要回兰州吃大包子去。妈，今天晚上包包子。我们两个都是这样的孩子，就是你看，比如说早上我妈做的粥，我可能知道自己会少吃点榴莲，但是我就是想喝粥，我就是爱吃我妈的东西。我可能知道我还能再多吃一个榴莲，但是我一想晚上我要吃大包子，哎，那我得留点肚子给我婆婆妈，我得吃她两锅。给你们来个小八爪跳水，进去吧。小蜜斗鱼，老公鲍鱼给你下那里吧。在青锅里啊，还活呢，它还爬呢。1、2、3、4，哇，这有不少呢，还挺大个儿。这个在市场4块钱一只，我很懂市场价。我尝这个咸巴嗦的里面煮个，啊，咱还有10只生蚝呢。哎，给它冰镇上，我可太富有了现在。趁它煮着，我再来一块吧。这一块都在镜头外，你们都看不见。
你还能再来一块不？我吃完火锅我再来，我还能吃。还不可能。啊，在北京咱俩去吃自助，吃到最后我也就只能吃烤榴莲了，每次都是。嗯，这边的八寨米有鱼海了，就是好。在青岛要吃到不太好的海鲜比较困难，就这种冷冻的海裤子真的是没有啊。哎呀，看，不过这里还有脑花呢，你可以吃啊。我今天的火锅以尝尝为主，留着肚子吃榴莲。我这一碗挺吓人的。哎呀，老公，我们两个快两周年了啊，你有想过带我去那玩吗？我这一碗太吓人了。好像在里泡澡。我俩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懒的人，去年我们两个都定好了什么去篝火，去看星空，去露营，然后去草原，然后最后一搜那边天气零下四度，我俩直接不去了，在家躺着看电视了。最后住这个天安门。然后还没有买小旗子，现跟人借了个小旗子。你看白汤里煮出来的这个玩意儿，它就是有一点小清新啊。就它长得张牙舞爪的，长得小清新、嗯。他们在我眼里都是小可爱。来、啊，我给你看，来听听。我吃这么点小东西，我得两个这样喝。来来来，两个。我不行。哎呀，我不行。哎，我试试啊。喂。我的小海兔全都吃完啦，皇后下进去。哎呦，鲜糖肚，正好你还没吃。川北，你下呗，下到青锅里吧。你下吧。我下吧。好小呀，它。要先看这个的话，那哎，你我给弄下来，不要啃。啊，行。要先看 vlog 的话，你们就知道我爸妈准备的生蚝有多大个了。哎，我爸妈还说价格了，那么大个10块钱仨，是吧？啊，咱肉吃完了，还剩最后两个。这是高钙羊肉，这个榴莲的品质，绝对当得起顶级榴莲了，它的个头是吧，老公？开出来的肉也是，真不错。这一个榴莲卖个198-200块的很正常。就这两块肉，就是在超市拿保鲜膜包好的，它有点80-90吧，不说100了，80-90肯定有了。实话实说，这家老板我真有点心疼啊，我觉得我都能吃的差不多了。这榴莲贵，别白了，我以为我没看见。当当。我对这种甜的东西啊，就是。我再喜欢咸的放跟前儿，我也能容易忽略它。下吧，没操吧，这个是没操吧，手机啊，好了。看它的个头啊。不行，那边桌那俩大哥跟咱一个套餐，那大哥要了一个榴莲，刚才一直说你吃吧你吃吧，他说你吃吧你吃吧，他吃不了，吃吧就给我们。这边可以吃成好了，好，就这种没有完全熟透的这种最好吃，里边有点爆汁儿。看，王子鱼把壳子都给揪掉了，这是我选了个大个的榴莲。这是生蚝。啊，满脑的榴莲真的是。我不蘸，我什么都不蘸。不用蘸。哇，里面爆汁儿啊！爆汁儿最好吃。
但是里面还是固体的，但是里面会爆汁儿哎。这个时候最好吃。而且你什么都不蘸，能吃出来新鲜那个鲜味儿。哎呦，这鲍鱼怎么都有忘？哇哇！我再备一个零来。没有这个你吃，这个你也吃，快！他们家生蚝能限量，说明他生蚝品质很好的。鲍鱼也不错啊，啊，烫死了。其实咱俩今天多余拿毛肚啥、脑花啥的这些了，咱就应该吃海鲜，是不是？来青岛了就应该吃海鲜，但我觉得费事。没事，我给你弄。哎呦，你的小可爱。小可爱，你这个小小可爱的，多大劲儿！来，再来个小可爱。这是大可爱，哎，来个鲍鱼。没事儿，大家如果喜欢看，反正我常回青岛，以后再给大家安排青岛的海鲜火锅。感觉他们家，你就算吃海鲜火锅，海鲜种类也不是特别多。人不多，你看一中午也就三个桌。嗯，其实现在比我觉得还可以。把那个姜扔出去，快快快！给我媳妇儿毒坏了。看看你爱不爱吃榴莲了。如果没有榴莲，那不是很值。不好，有榴莲还不错。对，只能说还不错，不能说很高。就像我们觉得，正常两个人能吃一个榴莲就了不得了。对，来个脑花来。不吃脑花吃不了了。好吧。他们家肥肠还是挺好吃的，看着不好，但是煮起来还行，有点小块。我妈都说这个时候买海兔子不可能买这种没有籽的。我常年吃海兔子，我太懂了。这种海兔子是品质最低的那种冷冻海兔子，它肚子是空的。来，哇，涮上筷子。这个榴莲在外面卖259都绝对值，真的真的。那我今天要吃上一个榴莲，我就回本了。四块就一溜，一个榴莲有六溜。六溜，我看你这个六溜。啊、四六二十四，你吃24个糊吧。你帮我吃了。嗯。吃完火锅我再来，我还能吃。还不可能。这种东西很容易引大肚子小，就是大家真的很容易。他一个榴莲我也能吃完，绝对能回本，但是。也不一定啊，哎，要不我说，我一直想带我妹跟你们拍摄，我妹能吃。胡小妹是慧慧的妹妹，胡小妹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吃饭能跟慧慧吃到最后一个的人。而且她还吃的跟我一样，羊排肥肠。她不吃刀鱼，嗯，这可惜了。咱就吃烤肉自助呗，有羊排有烤肥肠呢。可以下次带着胡小妹咱去拍一下那烤肥肠自助，就她最爱吃的那个，我给你俩烤，你俩造肥肠。他们家100多块钱一位，我俩吃他100盘，1块钱一盘。我觉得可以，只要你供得上。我供得上，开什么玩笑。可是那家店我不想以后去不了了。就是我为什么说很容易眼大肚子小呢？因为它很大，糊很小，糊很小，全是肉。看你看我给你便宜的，我已经尽量挑着点贵的东西吃了，我再吃什么生蚝、鲍鱼之类的，堆一盘子，我要休息一会儿。这边留一块吧。这是一整个脑花儿，看，就是榴莲这一块块的能有多大呢？一整个脑花我能一口吃完还轻轻松松，但是这个一块我得吃个两三口。飞满满登登的，
这位要吃两个榴莲的人，你怎么嘎嘎打嗝？缓一缓。老公，咱俩错了。海兔子好。这海兔子不是没籽，是它就很瘪，但是它肚子里的籽嘚嘚的。爆出来了。对，就是它一煮，它的外面就缩了，然后才能感受到里面的籽。我妈买的那种，就是我妈精挑细选的嘛，就是里面都嘚嘚的，外面也都嘚嘚的那种。但是它这个可能是有点隐藏，对不起。这个海兔子不错，不错，真不错。兔子多吃几个。它只是外面一缩了之后，它的籽才会显出来。看，哇，海兔子爱好者狂喜，那也不能否认它是冷冻海兔子，是吧？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这个不少呢，三十五有这么多吧？除了十了只。倒进去看没多点儿，就是它很瘪嘛。出来以后都鼓鼓囊囊的。鼓溜溜的，几点了？1:20。1:20，还有十分钟。加榴莲。加。咱再加两个是四盘儿，你说吃五个，咱今天就吃五个，加两个吧。你好。再给我加两个榴莲，再加两个。一个您帮我开好吧，然后一个我自己开。嗯，谢谢。哇，他这个肚子里面籽好多呀！老公，算上你，今天这个榴莲不到100块钱一个，也很划算啊。一个发好的，一个不好。哦，这边。哒哒。阿姨，选两个软一点的。来个软点的，好的。谢谢阿姨。嗯。哎，肚子好好吃呀！我把这个煮进去，然后咱就关火吧。然后这么远我崩你了，正中我鼻尖儿。你说对不起？对不起。原谅你了。所有肉清盘啦，所有海鲜也清盘啦。谢谢，没事，谢谢。哦，这个熟的好透。我眼看着王子瑜让阿姨选了个字儿大的。关火了，那我就拿到这边来吧。今儿是猪脑给你呗。海兔。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了。行，就这样。王子瑜，你给我的东西我什么时候拒绝过？那我夹给你了啊。不行，给我来。当当，满满当当，一个屏幕都放不下了。这是今天第四个，这个是今天第五个。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坐这个竹凳，它下面不是一块一块的吗？我一动它就咯吱咯吱吗？我为了坐的矮一点，能拍到实物，所以我就把那个屁股垫给拿下去了。哎呀，那不，我这样硌都不硌，它夹我，它好像是吃了饭，突然被人扭一把，还是这样扭，滋儿的一下。你在刚才锁着干嘛？我在里边不是拍那个大姐给拍榴莲吗？嗯。现在的主播都这么瘦吧？然后他一抬头看我在这拍，我这位兄弟看你在这拍，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不是主播、啊。好，先把我面前海兔吃完。海兔的爱好者狂喜，我要给你们看看它肚子中间的籽啊！我挑个大个给你们看。老公，他们家好多东西，咱们刚一来看都很失望，但是一吃都很好。生蚝，生蚝很鲜，海兔子籽很饱满。看，真的是嘚嘚儿就满了，很饱满。来锅吧。我来了，我要来榴莲的。嘚嘚的。
姐这海蛎子吃的我太失望了，今天我点什么和牛啊？没事，反正给他们镜头也不多。再来俩旺仔。下次再来吃这个，然后选168档的，我吃168只海兔子。最后数到那透明骨头是吧？是168条。数个屁，那些不信的拉倒。喜欢我的都觉得会肯定没吃饱。这么说吧，今天中午这自助吃完了，待会儿可能回去还得再吃点。来。我要给它落高高了。又跟小姐姐要了一碗冰块，他们家服务员好可爱呀、啊！而且我们吃到最后，真的觉得其实单吃火锅对于他们家来说也很划算了，挺好的，真的挺好的。越吃你越觉得好，就是很多东西你看着都不咋地，但是煮起来真的都很不错，都很不错。好甜呀，这个来一个吧，刚扒的。好，休息会儿先吃。它就是不行了。我跟你一块吃最后一个。我能吃两个，结果最后吃了一溜。哇，冰镇着的榴莲真的绝了。不能吃榴莲的人，这期可咋办呀？看海兔子吧。这期还好，我状态多一点。上一期三文鱼那期不能吃三文鱼的人，可真的是咋整呀？烤全羊啊！三个小旺仔，这一口榴莲味旺仔。又干嘛去？我面前的榴莲糊已经吃成小山了。
冰冰的。王子玉还说前面的雪糕有哈根达斯什么的，让我去看一眼。结果我就瞅了一眼，还真不想吃，哪有冰镇榴莲好吃呀？你又干什么？我觉得你会喜欢喝这个牛乳茶，我打不开。你要喝，我给你开，我拿给你。我要喝。看着不错。这个小姑娘是挺好玩的，我刚才跟她要湿巾，哎呦，我实在受不了，我满手黏糊糊，有牛油有什么的，我说有地方洗洗手嘛，然后她就说你上我们这儿来，然后我一看是后厨口，我说不好吧，然后她说没事，这有啥的，快来吧快来吧，然后我在那洗手的时候，她就在旁边，你好白呀，你怎么这么白呀，又这么纤细。榴莲啊，我的手，嗨，啊，这个好软呀，啊，软的好好开哦。看两房，看一房，又一房，一二三四五六，又是六房肉，今天最后一个，来，给我来一块，给你个一整个吧，假装一整个。假装一个，这是一房。我知道，你给我那个就是。这可是一整个，那个可是就是一块儿了。哎呀，你在对面吃的频频摇头，你受不了了还是？哦，真好吃。啊，可以收了吧，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哦，我这一盘子榴莲糊快落不住了。哎，看，我送最后一块的，你才把那一个吃完，还好意思啊？
今天的最后一块儿、啊、这最后一块最大。哎呦，这块真是可以，这块得有一斤吧。咱这几个榴莲就第一个稍微有点硬，后边几个其实特软啊。嗯，找阿姨给挑的嘛。啊，她给挑的特别软，所以可以提。嗯。今天最后一块儿，锅里的肉一会儿再捞一捞啊，给我来点咸的。同等的五花肉整不顶我，这个我快顶了。咱们超时归超时，这是时间的问题，不能因为浪费一口钱，那是不可能的。一根肉芯我都不会。今天榴莲的最后一口，挺好的，其实搁里搁这么久啊，有点瞎了。好，你把你的脑花还偷偷的放进去了。又发现巴拉脑花，王文玉，你怎么，你这个行为啊！脑花，最后的黄喉，包得干干净净，今天最后一块的肉啊，嗯，肉挺香的。这个还剩一口，这个没了，俩给我开了，拿的旺仔我都要给喝完。没喝过，怎么样？味道？茶味很浓，主打个小清新吧，还行吧。干杯，姐妹们！再看我，我就喝掉你，是不是这个？是我就把你喝掉，哇，受不了啦！五个榴莲，挥手一分钟，拜拜。这是我所有的榴莲壳，这还有。